导演吴念真最近为一部纪录片来配音，配的是台语版。他说呢，为了这个顺脚本，他熬夜熬了2天。虽然他台语已经很溜了，不过要为一个纪录片全部完整的配上台语，他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泪无干，无落水。这首充满是歌，充满歌，充满。卡，重新再来。充满查某人房间内底哀怨，哦，这等啊。频频 NG， 因为这国台语转换真的不容易。就算有台湾最会说故事的偶机长称号，吴念真也说，这妹妹嘎嘎可是一大门学问。贡献什么？随便讲，伊拉克了哈，哈、你不能讲公哈，因为听不啊嘛哈。用台语主持历史节目，有时候也得学会随机应变。很多台语都已经国语化了，白目啦、乔世情啦，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蛮好。含泪牡丹无落水，含泪牡丹无落水。拍广告、主持节目，还有舞台剧导演吴念真角色多元，甚至也透露他为了新片当中邋遢处事的造型，整个年假都要留着满脸的胡渣，也要呈现出吴念真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。中天新闻唐奕晨、张哲如、谭若仪、胡家珍，台北采访报道。